后来前几天啊，咱卫福部把这个挂会上限给取消，好，别说我好诶吼，部长你就要死诶，靠可怜诶，一挂会没有上限，结果引起百姓，我们在基层听到，大家拢骂到要死。啊，做颠倒，你把医界推到百姓的对立面，这很糟糕呢，不过人安尼做诶啦。台大院长讲，伊诶决议一趴。然后他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美食街、停车场捐赠，像林口长庚，他这是靠他的股票股利，他的本业还亏钱，所以这个是不应该。你这样一直要求医界要有韧性，像孟博士没那韧性呐、啊，这都根本医不了呀哈，别让我医疗崩起啊！一六，医界要求无多啦。一点一块，上无0.95啦，啊那无吼，医不落啊！我要跟你报告，我们这给付偏低，重症没人要走，还不如单涨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他所以现在去医院以上看病会有感，对，因为很痛，很痛。很痛苦啊，不是病痛啊，是感觉很痛、啊，何报痛苦？因为跟医生大概讲不到，然后现在又三分钟就出来了，要涨价，是这波天牛啊。对啊，天亮，今天不天亮。健保这些该一次到位解决的事，他不处理，净搞这些无营养的哈。也就是说，我给你开这挂号费，给你屋顶拿掉，你自己涨可以多少补一些，然后让医界爽一下。但是我跟大家报告，你挂号费涨起来，你就跑到百姓的对立面，你是让医界去让百姓干掉的。真的有涨挂号费的700多家，700多家，超3%。嗯。然后呢，涨的幅度都是在县市卫生局定的上限以下。哦，那你刚刚讲的有那什么什么，收到2000多块，那个是叫特别门诊。哦，特别台大锦湖门诊，嗯，北医的高端特别门诊，那个给人家收，那个是有专人带，哦，然后进去是看，是，哎，都优先看，是，那个是为了一些大老板级的。他不想，他没有时间，他可以去那边，但是他该用健保，他是用健保，嗯，但是只有一个挂号费，那个我个人不以为然呐、啊，嗯，你健保把你健保的事情处理好，让做医疗的人不要过劳啦、通量啦、然后霸凌啦，嗯，那像点值现在剩下0.6、0.7、0.8，哦，这么低，哪有？哎，我说你来上班，我给你10000块，嗯。然后告你告回对公婆呢，不告警，我告1000。高清没删啊？被签没删，怎么可以打折？我那天问陈建仁说，薪水可以打折吗？如果薪水可以打折，我就出去外换鞭炮，给你申请2000点，你给人家1500，然后在薪水这边是捏都捏哦，一毛钱不能少。你薪水打折，他告你了。是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每年都总额都要结算，是每年都结算，所以医界一年。就是少了四五百亿哦，四五百亿呢，就医院老板吸收，都全部吸收。你看现在医院没赚钱，台大医院院长前上个月才讲，他的结余剩下1%，那1%主要的来源来自哪里呢？是停车场，哦，停车场美食有收入，美食街有点赚钱，本科都亏钱，本科亏钱，对，然后他的这我们就笑他，你现在停车场科。你看心脏科什么科，他是停车场科，停车场美食科，美食科啊，长庚医院，林口长庚医院，他的本业是亏钱，嗯，然后他的钱是什么？因为他手上王永庆兄弟有那个时候送很多股票给长庚医院的基金会，对，所以他们的基金里面的靠股票，靠股利，股利在撑着，那股利一年可以拿20-30亿，有时候拿到50-60亿。那如果照这样讲，健保会倒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健保不会倒了，嗯，因为让医界死光光就好了。哦，医院关起来是不是？然后还要任性医疗。我那天就问了那个陈建仁院长说：“没给医院有任性，那没钱怎么有任性？”对啊，人家这日本的 Toyota 啦什么，人家是很多结余，他才有任性撑过任何的难关。没错，我们这每一家都捉襟见肘，有没有点么吊儿八本啊？一个月给不给叫医？有韧性，
是，真的是笑死人啊！所以这应该是卫福部中央单位要解决的问题，他把这问题丢给了各医院、各诊所哈啊，不然你们自己去涨挂号费，然后点值还是没有补齐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修法，那也是叫人民再多掏挂号费出来。对，就这样子就能够补齐点值吗？哎，让我们医界的像开业医他们都高兴了一下，这样说，哎，按外当去挂来报。没晒啦，那穷人，穷人看不起病啊。撸散的人变乱。系啊，贫富差距更大。咱没晒安尼做啦。啊，请我这位医师全联会理事长，我非常反对。嗯，这种舍本逐末，你要把健保这个弄好。我们健保占的医疗的投资就是不足嘛。对。那么少的钱做那么多的事，然后大家都超都过劳这样来干，你这样能才能撑多久？韩国出问题了哦，韩国，哎，韩国现在还在闹，嗯，那台湾这个压力锅也快掀掉了，是，哎，所以当我这也很期盼，就是我们的总统，对，吴若琳要接了，你是肾脏科医师，对，那谢若元是妇产科医师，嗯，然后那个陈建仁他是公卫的，啊，现在他就要卸任了，那我苏勋前这个在野党的，我心脏外科，心脏外科，我们一起来嘛，把他事情弄好，这个没有分男女。对，这个是长长久久子子孙孙的事，把它弄好。好，你看韩国这么乱，它的 GDP 也占了8.1%呢，就是说医疗占 GDP 8.1%，但台湾呢？美国、日本是10%呢，十，台湾是6.6%，哇，那就是14%，十四。那我们你看一个澳大利亚的护士，澳大利亚的护士哦 ，RN 哦。就是刚毕业的护理师已经投入职场，年薪160万，160万台币，哦，然后日本不错呢，180，是美国差200，嗯，台湾呢50到70，50百万都不到，哎，没有啦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7大保证，7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。